东北啊，都是我老婆，你们先过来。你不要命了，这个车在这里挡在东北，你怎么办啊？你老婆是吧？啊，我们车刚到这，突然跳出来算什么？吓死我了！他就是脑子有问题，知道没有？我才把他给绑了，没想到江哥也逃出来了，我操！有问题，对，有问题，你送去精神病院了啊！我这不是把他，绑哦，把他关起来，这就叫人把他送去吗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大哥，人家的家务事算了吧。他是你谁呀、啊？我老婆没听清楚吗？人家家门是人家家门，算了，等一下。哎，是你老婆，你也不能这样子绑着呀！你像那个手都抽筋了。人家家门，干什么？这是大马路啊！啊，你家呀？你这出人命了，怎么办？他那个是脑子有问题，在家里面。又是打老人，又是打小孩，我家里面那些东西全都让他砸坏了。要不我帮你联系呢？精神病院？哎，不用不用，这是我家事，你们不是要从这里过吗？从那里过，我把他带回去。他不是我老公，哎呀，我们家都说不是老公，你等一下。怎么现在又不是老公了？啊？我有老公，我还有三个小孩，他不是我老公。我也不是他老婆，我是被他用钱买来的。他说他光棍几十年了都没有老婆。你别乱说啊，他脑子有问题，跟这不正常的人说话千万我不能信，知道没有？我看他说话很清晰啊。你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那你说他是你老婆，那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小美。小美是吗？我叫小丽。什么小丽？你就叫小美。我有社保卡，这里口袋里面。哦，这个是，人家不叫小美，叫小丽。她多大了？她拿着我妹妹那个社保卡出来，她冒充我妹妹。哪里上面有我的头像？那你说人家是那个地址哪里的？我忘记了。我发财村。你忘记了啊？人家发财村，你说是哪里的？你都说不出来。人家九几？人家什么时候生的？什么时候出生的？干嘛你们啊？问七问八的，这是我家事，你们多管闲事干什么？还家事啊？是你老婆都对不上啊，还说是你老婆？你知不知道？你现在犯法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犯什么法？你别乱解开绳子！万一他跑了，你赔我几十万那个彩礼。我不把你绑起来，我就算好了吧？啊，买卖人口是犯法了，你知不知道？犯什么法？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我爷爷叫我买的这个老婆，全包了，全包了，是买的，不是你老婆。不许进来！别乱动我啊！我干嘛呢？你欺负我啊！我三个小孩在家，这么久都没有见妈妈，他们都叫妈妈了，我要回家。美女，等一下。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啊！要不是你们一直要买这种人。人贩子会那么猖狂吗？啊，在谁家过日子不是过？能少你一口饭吃吗？他也说了，他也是有家庭的啊，像你们这种就破坏了一个家庭。那个我不管，我花的钱我就要老婆。你想要老婆，你就去相亲啊，去找媒婆给你介绍啊，你也不能卖人家来回来做你老婆，这样子下去也不会幸福的，人家都不情愿。我不愿意。你闭嘴！我听我爷爷听长辈的准没错，他说他以前的老婆也是这样来的。你现在你们这些毛来没抢鸡教我做事。我跟你说，你老老实实去自首，懂不懂啊？买卖人口是犯法的，万一要是谁举报你，警察上门把你抓去了啊，蹲个几十年的，你出来你还像什么样子？自首那我那个钱不是白花了？老婆又没到手，你让我那个冤枉钱，我找谁说理去啊？找你说理啊？你给我啊？那啊，你去把那个人贩子供出来。不行，将功赎罪。我要去自首的话，那我不是要蹲牢啊？你当我傻？我不去。你去的话，现在美女去帮你求钱，说不定还会减轻你的罪行。你现在不去，我都不帮他求情。我在他家里面的时候，他打我。
还虐待人家，怪不得人家那么怕你。他不听话就该这样子。我爷爷告诉我的。你爷爷告诉你的啊？对，你不听话，我就打人了。啊啊！真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像你这种，你去不去？你不去，我们日子送你去。我不去。不去是不是？去是吧？我们送你去。别别别！我要是去到里面的话，我这辈子不是完了吧？我不知道多少年才出来。那你把我抓进我家里面，我小孩他们不想妈妈吗？哎，真的是的。假如你跟我生了一儿半女的，你老婆被人家抓去了，你小孩被人抓了，那你怎么想？你难过吗？伤心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不管，我不懂。你这样子做，搞得人家家庭破碎、妻离子散的，冥顽不灵的，让警察去教育他，我们送过去。将心比心，你看你这样，等下你那些亲戚说人家又是这样对待你，怎么想？不是，大不了我现在把他放了，我不要了，可以了吧？我不要了。你这已经触动了法律了，你就别想逃脱那个责任。我告诉你，你回家就回家吧，我不要你了。怎么回家就回家？你做了这种事情就要承担他的后果。像几位大哥，你们醒醒啊，帮我求下情。像你现在冥顽不灵的、啊。你今天放了他，明天要买第二个，是不是？不能让你这样肆意妄为，必须让你去，让你去接受教育。他一点错的意思都没有、啊。给次机会吧。